萨达传说这个叫做灾厄启示录，我觉得这个名字超酷的啦。一般启示录不就是这什么东西的开始嘛，然后它是灾厄的启示录，有够恐怖。哎呦哎呦，这是什么，这个技能太酷炫啦。我们之前在旷野之息的时候更没这些花俏的东西好不好。遥控炸弹太拉风了吧，炸弹可以把骷髅炸掉，我试试看。太夸张了，太猛了吧。哇，那炸掉可以干嘛，还是就不能干嘛，就这样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也是很酷。哇哇哇，我现在是硬怕了，我在干嘛，我有点看不太懂。哎、欸、啊，我怎么那么多分身，我、哦、这个太炫了， 我自己都看不太懂我在干嘛。完全看不懂在玩什么。莫名其妙800 KO 了，我在干嘛，我好像有点帅耶、欸、我就这样技能乱敲，然后就放出一堆很酷炫的招式，按 ZR 就可以直接标，对不对？回收回收标记又是什么意思。哎、欸，飙了他们就飞起来，哎、欸，哦哦哦，他们被我一直举起来、欸，我都不知道我要标记还有这个，哦，回收标记的意思就可以飞到他旁边啦。哦，这太 OP 了，谁一刚开始可以这样理解啊？那等于就是魔法师啊！啊，拿这么多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。讨伐证明给我900多张，我要这个干嘛、欸？他的意思是说。他解决掉一只波克布林，他就给你一张证明。我拿了1000多张，带回家是干嘛？当卫生纸擦屁股吗？生招式是不是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哦。我想说，那么一大叠放在家也不知道干嘛。哦，看懂看懂了，我们学一下，学一下新招式，练练一下，练一下。这样就练完了？你不让我修行啊，就突然学会了啊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啊，是怎么的、啊？这个应该就要用盾反了吧？我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没有防到，不，有了，我反成功了。他叫我们避免战斗，哎，但我很想要 K 他、欸，哇，我们要死了，我还是听他的话好了，避免战斗。啊，他就在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的路上，我怎么避免战斗啊？不要不要射我，根本就打不坏耶，到底怎么打、啊、有一点点伤害了，有一点点哎、欸、萨尔达他招式也是俏皮耶。哇，我怎么没守卫啊，我不是公主吗？我长得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还要工作？人家是女生呢、欸、然后呢，帮她拍照她就死了。哇，我们这个是死亡笔记本之类的东西吧，拍一下就死了。我要用死亡照相机拍照，拍一下就死了，我觉得这招太猛了。跳跃啊，我会不会怎样啊？屁嘞，这样都不会死。哎哎、欸欸，我没有拿盾啊！啊，这、啊、不是啊，没拿盾怎么跟守护者打、啊？哦呦哦呦，有了有了，引诱过来了，引诱过来了。我们这样子飞过去哦、喔，哎、欸，那个不近呢、欸，超级远的哎、欸，最好是可以这样飞过去啊。驱魔骑士仍未现身，对抗灾厄的准备也尚未完全，不能将女儿送往危险的战场，不然你要放世界去毁坏啊！大家，那合作一下好不好啊？林克。
人家爸爸不同意，你就用这种招对人家女儿下手，林克真的是不得了哎！卓拉队长陷入苦战，我们来了，帮助卓拉队长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卓拉队长快死啦！卓拉陷入苦战了，啊，卓拉在哪？卓拉到底在哪？大智的在哪？哦，大智在那边。我是白痴啊，快去帮他、啊！又陷入苦战了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们可以用米法啦，好像也蛮酷的哦。猛击，米法也是一个看不懂在打什么，好乱呐、啊！我在干嘛？啊！我在干嘛？那个球是啊！这个没有先学怎么知道他的技能组是这样啊？哇！我们游泳啊，在路上游泳啊！哎呦！卓拉怎么一天到晚在陷入苦战啊？卓拉到底行不行啊？太远了吧？怎么支援了、啊？他快撑不住了！卓拉，卓拉根本不行，他即将败退，谁去帮帮他？不是啊，没有人在他附近啊！我知道卓拉了，但他烂得要命。请求援军，我知道啊。他怎么一下在东，一下在西啊？到底是怎样？有了吧，有了吧，赶上了，赶上了。那你可不是还好好的？哎呦，我记得本传是可以骑到他背上，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机制。完蛋啦！啊！快死就换人，这样锅就不是自己的。赢了。又得了很多武器，卓拉头盔，戴了卓拉头盔会不会变烂呢？千万不可以退缩，卓优，只会讲风凉话的屁王。这什么鬼？是大象吗？これは大象です。感觉可以操纵神兽哎，看起来是这样。来了，现在大象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大象 ，Y 跟 A， 哈哈哈，大象太猛了，大象，哇哇哇，一千杀 ，A 是必杀技，天哪，我空大，对啊，神兽这么强，怎么可能会输啊？不要放箭啊！我说别放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卓拉族公主米法 Victory。